懂啦，小知识，大世界。紫外线对植物有影响吗？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对人体有影响，那么紫外线是否对植物也有影响呢？植物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需要依靠光合作用不断地制造养分，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，无可避免地就会受到紫外线的照射。在正常的环境中，植物是可以使适应这种照射的，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，自然界中的紫外线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将会影响到植物的生长。紫外线并非全是破坏，植物会利用这类辐射改变生长形态。如植物的叶子在经过紫外线长期暴晒之后，在叶子的表面会出现具有紫外线吸收和保护的混合物，